模拟飞展呢，不光是一个分析器展，也是一个新技术应用交流的平台，它的影响力是越来越大。那么在中国应该是最高级别的一个分析器的盛会。我感觉今年的展会啊非常的丰富，很多的展商呢都带来了今年最佳的这个产品、最新的解决方案。我希望 analytica 能够越办越好，我也相信呢更多的展商会带来每年最新的产品来参加这样的一个业界的盛会。今年展会比以往几届的话呢更加的 focus， 因为慕尼黑展的话呢它有一个理念我觉得是比较好，它是通过论坛来带动展会，这也是一个慕尼黑的一个特色。今年的整体的展会应该还是说盛况空前，也是规模也非常的那个大，包括那个来的人数啊，包括整个的质量的话，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的好，本身我感觉也非常震撼。慕尼黑展览会在中国的市场上的影响力、业界影响力，我们认为是最佳的，所以我们选择了强强联手合作在这里发布。人很多，非常的好，那么来的人员的素质也很高，受众的程度也很好。慕尼黑上海分析生化展是我们认为中国最大的行业的展会之一，这个展会更侧重于技术的展示。我们认为新产品的发布和新产品的展示是在慕尼黑上海分析生化展是最合适的。今年比较特别的是在这个微生物跟生化方面呢有多了很多的展览的这个摊位，对于整个中国的食品安全来说的话是一个重点，因为过去我们太注重在化学类的有害物质啊，那对于所谓造成人体这个生物危害的东西不太在意，那今年这个部分多了很多，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现象。内容跟很多新的设备、新的仪器、新的技术都层出不穷，国产的仪器和技术在不断的进步，最开始的那几届嘛，就是以进口的设备为主，现在来看我们国产的仪器和设备也已经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质量和水平了。今年是第一次过来参加这样一个展会，很多大品牌还有是local 的，就是当地的品牌的供应商都会有，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让我们有更加多的选择。